民主挺同志，民主挺同志，民主挺十八，民主前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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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挺十八。我们希望透过游行，我们大家力量凝结在一起，让社会看到我们的需要，平权的需要。那未来怎么样更友善、更进步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基本的价值。这是一个整体，我们在这个同志平权上面，其实上是走了一大步。那今天大家都很高兴，但我觉得高兴之余，就来在市府、在各政府的各级政府的作为上。应该能够更友善，我相信很多的事情可以来做，一个进步的社会，让大家觉得平权，而且是友善平权的一个环境，我相信是应该要做的。